胡锦涛等共匪狗私自。你要统战香港人的话，就应当以软攻。让我弟弟教你如何获得香港的民心。第一，马上向李嘉诚购买百家超级市场，并改名为中国共产党超级市场，以非牟利形式运作，并扩大供应优质民生轻工业、农业产品给高级干部的规模，把系统扩展至香港人，提供隐病安全的产品，这样就能吸引香港民众常来光顾国货，接触中国大陆的资讯。第二，香港特区护照持有人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时可得九折优惠，吸引香港人使用中国航空公司。第三，请效法我们泰国皇室，把三宝生香港地租提升至五宝生，每年多收的金钱放到一个中国共产党资助香港人基金，凡在1997年6月30日前已经属香港永久居民及香港已出生人士，皆为此基金资助的对象，可代支付一切政府医疗收费。